陈冠霖一把拉住韩瑜，再将他拥入怀中，帅气举动有够浪漫。下一幕更让粉丝融化。我的世界并不拥挤，你来了，你就是唯一。这是让我想不到可能放弃我呀，小春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以后变得是最开心、最幸福的。 陈冠霖不仅真情大告白，还轻抚着韩瑜的脸庞，给他深情一吻。珊珊惹人爱的桥段，让网友直呼是在看偶像剧吗？这段真的太甜了。台剧一家人最近大走偶像剧风，除了陈冠霖、韩瑜的咏春 CP， 还有他们。 黄文馨公主抱着李艳转圈圈，两人相视而笑，好甜蜜。拥有超强魅力的黄文馨，还直接亲吻李艳，有够 man。青梅竹马好不容易坦白心意，凯秋 CP 告白也超梦幻。看着张瑞宣脚酸，郑怡好不忍心，马上抱起，深情对望，展现粉红泡泡氛围。没想到陈婷却突然现身搞破坏，让有达以上恋人未满、正在暧昧的两人瞬间泡汤，辣东 CP 笑翻粉丝，而网友也更期待未来其他甜蜜偶像剧桥段。三新闻总报道。